我是玄克老师。在3年前，我创办了种子法则教育组织。种子法则教育组织呢，提供种子的教育，种子跟因果跟业力管理的这些教育课程。种子法则是非常有价值，然后对这个社会也非常重要的一个教育。Let's say you have a precious gift, a very valuable and very, very precious gift that you'd like to give to your friend, your loved ones, and I say that it's Siddharma.大家还在找生命的答案的话，请你们记得一定要来学习，因为它是人生一课，非常重要的一堂课。你在这里将会找到经营人生的一套系统，能够帮他们达成他们这个人生当中所想的、所要的，因为这一切来的是很正确。我希望我可以帮助更多的人，希望这个世界更加的和平和谐，每个家庭都是快乐的。这个很好的一个教育可以让更多的人不管是国家领袖、企业还是个人，都应该要去学习的东西，因为这个真的是可以帮到很多人。那也请你支援我们这个项目，就是成立这个种子的建设基金，让这个种子的建设能够早日完成。谢谢你。